因为来看到艺人杨丞琳，因为一句在台湾吃海鲜很奢侈，意外让海鲜掀起话题。在屏东东港呢，有一个特产，昵称那个鱼的豆腐鱼，现在买气也大增。店家就说，最近不少的民众游客啊，到了当地都指明说，哎，要买那个鱼，现在它的身价也翻涨了，从原本一台斤五六十块，这两天已经翻到了每台斤超过100块了。